对不起啊，我没有想到他会是这种反应的。他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半年前。那是因为你这半年变化太大了。你今天去见他？嗯。你帮我约他一下，我想当面跟他说。算了吧，你看他真太粗鲁了。我本子上那些人比他还粗鲁。 上车。又怎么了？我没想好要不要去你那儿啊。不去公司，我带你玩去，好吗？赶紧上车。去哪儿玩？你赶紧上车，保安说十分钟让我开走。啊，不是，去哪儿？你别管了，你上车。啊。